可以的，这样子是还没。你看它的颜色色差。在这边温室内边，看到农民利用介质栽培方式，所种的细粒头马豆，每一粒小籽都真水。小朋友家己亲手摘，吃起来是特鲜。好、没有了。我想知道他观察到的，对，比如说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水线先做一个网子，然后让番茄可以，他这个藤可以慢慢的爬上去，那这个功用在哪里？啊，透过观察中，小朋友能够说出他所看到的。个传统饲料他们都无同款的栽种方式，欢迎立刻卡种植，那减少病虫害，简单有效管理，方便采收。透过农场参访体验活动，希望学生对农业有创新的想法，并且善用大自然的资源做生态永续发展。自然的那个生物链会给我们很好的生态管理，那就会减少我们一些不必要的管理。透过参观农场，多了解农民重视生态环境、甲大自然共存的工作方式，在善用水资源方面嘛相当有一套。园区的话，我们还是很着重于生态上面，我们不希望有太多固定式的一些设备或是什么。像我们这个集水亭的话，也就是专门在用集一些雨水或者是露水什么的那一些。因为最近我们都是水资源蛮缺乏的嘛，然后就让小朋友来实际了解说怎样去节省那个用水，然后去参观，就是说刚好怎样去运用这个水资源，然后来种植一些蔬果，用最少的水量，然后去产生最大的效益。在台湾现在面临严重的欠水问题之下，为了教导小朋友来珍惜水资源，因此中寮乡人来西组会嘛进行协助。在活动中，特别为小朋友来进行水资源教育宣导活动，透过用种真大方式作为鼓励，希望学生平常时可以当知影节省用水。记者林信采报道。